2012年卷二第四题，咁呢个文字档叫 club 啦，咁里面最多可以装100个字串，咁每个字最多6个字符，咁例如装住咩呢 ？sports 啦、music、chess 等等啦。咁 read data 系一个子程式，咁啊读入呢个档案嘅，将文字档嘅字咧储存喺一个阵列叫 A 嘅里面啦。咁 A 1呢个地方叫形式参数一个 formal parameter。咁用咗按指调用嘅方式，咁即係佢 pass 啲地址过嚟嘅。咁要 pass 个阵列过嚟呢，我哋可以用呢个方法啦。咁譬如 char A 100有7啦 ,100 个元素最多可以摆7个英文字母，咁亦都可以唔俾数字嘅，或者可以用返啲 pointer 嘅方式。咁呢个程式里面我 open 咗呢个 file 啦，咁然后就最后就删返佢，咁中间嘅 while 应该点写法呢？咁就 while 佢未曾完嘅话呢，就 fgets 攞资料啦，然后 i 加加。咁第二个方法呢，就可以用呢个方法嘅。问题 B， 咁我用呢个插入排序法，将 A 就排列次序由细到大啦。咁第一个 index 系0嚟嘅。咁所以 n 等于5嘅时候呢，咁佢就由 A0 开始一路去到 A4 啦。咁首先个 for 嘅 for j 等于1去到 n 减1啦，然后我将个 aj 呢就搬到去前面最适当嘅位置。咁假设 j 都系1嘅时候 ,a1 呢就系呢个 music 呢一个啦，咁咪设办法搬去上前面。咁简单讲即系将前面凡系大个佢呢就向右边移。咁当我做緊个 aj 嘅时候呢，将佢摆喺个 temp 度呢，咁个 i 就由 j 减1开始，咁不断咁样减1减 1, 即係 check 下前面有冇啲数呢係大过佢嘅。咁所以如果 ai 係大过 temp 嘅话呢，咁就将佢向右边移，将个 ai 呢就放落 ai 加度，咁就向右移啦。咁所以 music 呢一个呢就会将个 spot 呢个呢就向右移，变去 A1 嗰度，咁而 music 就摆落前面啦。咁至于下一个当 J 等于2嘅时候呢，就我哋做緊嘅係呢个 A2， 咁前面两个呢都大过 chess 嘅，咁所以就亦都会向右移，咁所以结果呢个 chess 就会摆喺前面，而佢前面嗰两个大过佢呢就向右移。咁到 J 等于3嘅时候呢，个 temp 就装住个 A3 啦，咁凡喺佢前面呢，呢三个都大过佢，大过 art 嘅，咁所以呢三个都向右移，咁摆咗喺1、2、3呢个位置，咁 art 就摆前面。咁到 J 等于4嘅时候呢，就只有呢两个前两个系大过佢，咁所以呢就将两个向右移，咁个 ICD 就摆喺中间啦。咁要将步骤1由 J 等于1开始，就将佢改造由 J 由0开始，即係1改造0，咁个结果会係点呢？咁先要额外做多一次啦， J 等于0啦，咁呢个係多余嘅，咁点解呢？因为当 J 等于0嘅时候呢， temp 等于 A0 啦，咁而 I 呢等于0-1，咁所以係-1嚟嘅。咁呢既然係-1嘅话呢，个 I 係-1就大唔过0。咁所以根本呢度4、5、6都唔会做㗎啦。咁最后做返呢一句呢，-1+1就係0啦，咁所以呢将个 temp 摆返 A0 嗰度，咁所以实际上係冇做过嘢嘅。A0 放落 temp 度， temp 摆返落 A0 嗰度。咁咩情况之下呢一个算法呢執行个时间係最长嘅呢？咁答案就係呢，所有嘅字都係反次序嘅。咁呢个反序嘅情况之下呢，个个都要褪位呢，咁所以最嘥时间嘅。